戏呢，据说是一个恐怖游戏啊。反正我玩恐怖游戏你们都知道的，简直是小意思。我感觉玩恐怖游戏是没有问题的。害怕。烤一个大缸。救命啊。算了，这游戏到这儿就到这儿为止吧，还是。算了，不玩了。兄弟们，这波操作怎么样？六不六？叫什么呢？急中生智。哎呀，拉！哎呦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么多人呢！好多人，你们看到没？哎，那是个车吗？谁？没有人。浙江温州，浙江温州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王八蛋，王八蛋，黄河老板，吃喝嫖赌，吃喝嫖赌。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啊啊啊啊啊！这歌是这样唱的吗？哇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谁又有一抹谁又多想多想，有谁能耐欣赏他？